大家好，我是 S16 花坛永春汽车薛仁寿，今天来推荐这台是2016年 Focus 马丁头五门掀背，低里程只跑89,000，是我从台中市估回来的公务人员的用车，全车原版件 Focus 赞。来看一下咱低里程公务人员用车的内装。来，你来看麦啊，看这方向盘，照较近一下，用尾无毛细孔，嗯，符合跑89,000。好，里程保证89,481，这嘛算好名车啦。嗯，我去台中购车的时候，那车拢藏车库的。这里有定速，还有音响快控键。1600的省油省税金，挨它是基本款啦。来看冷气，对冷7度，符合 ES 认证的标准。那看起来这衣啊，真正咱这公务人员的用车哈，真正实在是有够牛够车。这垃圾棒你也看卖啊，水噶，哈哈哈。哎，这门饰板，好，有赞吧？赞。你要到看一下 Focus 时尚红的一个马丁头，这种外形开出去哈。那少年开里面哈，这爬啊爬的啦。来看一下侧面，哦，你要看这天马够够这水。五门掀背，当然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它这五门掀背的整体造型，真正有够水耶！你看，跑80,000多的一个后行李箱，有清气无？这碰时啊哈，真正实在拢无啥咧藏物件的啦。再来侧面，客长，你若像我这阿公级的，要开这马丁头出去，哎，想拍无？真怕呀！啊，马丁头赞赞是，这台是我对台中票回来哈。哎，我看是全车原版件啦。经过你台湾看过了哈，帮我们揭晓答案。哦，这台车全车原版件。安尼哈，因为你拄早咧台讲吼，要安怎去看触电甲天棚这部分吼，哎，请你去台湾留两部啊来。触电，咱甲这胶条捋落来。哎，捋落来。捋落来时阵，咱会使看里面。哦，看里面哦。里面那边是有。颜色还有焊点都没有换过的，这我要看触电的美感哦。这个是比较深的啊，如果比较浅的，我们可以看后面。哦，可以再看后面呀。所以讲看天幕有做过无做过，得按那看。这样是最准的。安尼哈。因为你看里面它有换过，就是底色是黑色。所以讲你这看科学证据，我是有经验啦。哈哈哈哈哈。来，再看对后边来。后边你咱看这，底下都有焊点。哦，焊点，嘿，对，你这拢好诶，都无。没有动过的哦，这样哈，对，安尼哈 ，OK。所以讲，这只经过我台中了，等下了，准备已经要准备上架，所以讲是 ES 认证，全车原版件，赞赞。看一下引擎室，柯弟，我常常咧，一出嚟列车的时阵哦，我拢甲你强调，车有过无过哈，两个关键，甲你考试一下，一个爱对倒位开始看去，油挂拍开。轻一轻呀，过了水哈，这都用全合成的啦。再来，我们来拉油箱，车有过无过哈？咱对油箱顶头的天个看出端倪出来啊。这台车并无偶然超，并没有引擎过热。哎，再来，我搁感官搁啊动来，动来你看，这乌油伫遮，你要看嘛？检查组有照时间5000公里咧换乌油，连成拢做有诶，这拢全合成诶。因为我一望就知影，我做车30几年啊，一望就知影就全合成诶。了解。啊，过来，咱爱看这个引擎诶四周围诶气氛，你也看卖啊起来，这有水无？哦，水。这不怪是公务人员用车，真正无啥咧操，爱搁咱控车库诶。吼，啊，你啊看引擎内面清气，这我若如果安尼讲，绝对无夸大。那产品新车的引擎呢？来，花队看一下 ，ES 认证全车原版件。ES 认证，你看一下引擎有没有平顺？有，有够点诶。这就是有咧过的车啦。好，今天推荐这台2016年的 Focus， 享有联盟的2年50,000公里4大保固，引擎、名相、方向机、水路莫打。买车、估车来永春，祝大家永远拢有春。如果喜欢我今天推荐的马丁头 Focus 这部影片，请为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耶！实在就是 SUM。